下面要上场的是陈思怡，这也是来自福建的选手。陈思怡这名选手的特点是什么？他这个运动员的话，等于是他跳马现在已经攻克了后肢720，所以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他很可能出现在赛场，因为弥补了我们女队的现在目前相对的短板吧。另外一个呢，他的四项比较平均，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够年龄了。高杠跳上，哦，他在做特卡切夫的时候，没有抓住杠。大回弯540。所以年轻的运动员还要在比赛中不断的去历练，才能逐渐的成熟，才能在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给陈思怡加油。不用，他可能是不是那个护掌是不是断了？可能是，他可能有些，因为女运动员我们大部分不戴护掌，他们用一些那个布袋的，这样增加一点这个手腕还是有一点，是不是在落地的时候撑手可能有点损伤。女选手不戴护掌是为了什么呢？不戴他好做一些转体类的动作，但是欧美选手有一些是戴护掌他要做一些零转，你想在杠上的话他这样就不好转。对，但是呢为了防滑呢，现在这个大回环这个技术啊，包括一些腾跃动作的话，完全是手皮的话对手皮磨损太厉害，所以说他们会，你看他们会带一些就帆布袋这样缠在手上来增加一点摩擦力。很多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呢，他都会有旧伤，所以如果再发生这样的失误的话呢，导致这个旧伤复发呢，是一个比较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特别是这种有希望要上世锦赛的。才给慢镜头，手指头掰了一下，因为他就几根手指头搭在了杠子上，所以可能的关节的受力就开始，对，可能掰了一下手指，看有没有关节有没有脱位。看他的福建队的队医蔡医生在安慰他。姚金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将是第五位上场的。我给你打点粉，刚刚打点粉吗？打了。我看因为高低杠现在难度很大了，所以运动员在这个高杠子上要磨粉，有的要磨一些蜂蜜啊，或者是打水啊，因为打完要时间等得一长一干了以后，它那个手感又不一样，所以运动员特别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对这种微小的变化的是非常感受，是非常特别敏感就是特别敏感、就是、现在看到的是下一位要出场的选手罗欢浙江队。预赛是排在第四，当时用的是6.2的套路。罗欢是在四月份举行的加拿大泛太平洋联盟体操锦标赛的少年组的高低杠获得冠军，他也是一个年轻选手。选手出现了失误之后呢，打分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裁判要算到底完成了多少个动作，因为一套高低杠是取8个最高难度，然后呢还要跑计算他是不是都满足了组别的需要。
所以首先难度分就要算半天，难度分只有1.8。下面是浙江队的夺冠。